时刻，大侠请出招。谁会点别人不行不会的，亮一亮。小童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会，一定得会点什么。你亮一个，亮一个。反手叉腰。哦，没使劲儿都。没使劲儿。哎，都是了，我来了，来来来。哦，到头了，到头了，真的吗？花花会不会什么绝活，人家不行的那种？我直接展示吧。啊，哎呀，这个我来不了。我放心，不嘲笑你，不嘲笑你。是一个，因为花花做的大家都觉得不难嘛。这个不行，挺难的，还挺难的吧？挺难的。卓哥会什么猛的不？猛的放鞭炮。放鞭炮。敢学一个不？啊，敢不敢学一个？放个鞭炮，小宋，我试一下。对，来来，我今天带着任务来的啊。我的女儿很关注你。哦，真的吗？大女儿，所以她见我们俩同框，她会很开心。好，啊，来来来，这样，先这么打一下，然后再回手，左手打左大腿，右大腿，右手再出去，这样。哎，对。挺像的，挺棒，挺棒，挺棒的。下一个环节，谁真的在练功？王牌家族中只有一个队员真的在练功，练功内容包括喝下苦参茶和扎马步。武侠队通过自己的方式猜测和判断，到底谁是在真正的练功？提示你们一下，一般这种情况下是小童。我们先让卓哥给你们示范一下，一会儿扎的马步应该是怎么样标准的动作。马步九十度角，九十度这么低啊？要九十度啊？哎，这大腿真是有劲儿。武侠队先起如坐，好好。小童，有的人表情很微妙。分析真是认真啊，观察每个人的表情。对，好可怕。是先喝汤还是先扎马步？先喝汤。挨个喝吧，从小宋开始。我来啊。呀呀呀，喝呀喝。呀，哎呦，这咋咳嗽了呢？这不对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这怎么还苦的？咋还咳着呢？哎，不管是什么味道，到极限了都会咳。是的。哦。你看你吃苦的药的时候灌下去，它也会咳。来吧。该我了是不？你这不咳就不对了啊！哎呀，哎呀。捏鼻子喝一口，这碗还没到鼻子边上呢，就先捏上了。哎呀，他有点眼含眼泪的感觉了。看看花花了。花花慢点。花花干了。挺好喝的。是真苦，这孩子。哎呀，这范儿哪？哎呀，咋喝了又吐出来了？那给嘴里逛了一圈好像。脸都青了，哥。啊，什么是毒是吗？我这给你捧着呢。
哎，他这个不太好猜啊。啊，各种表演都有了。我看看小童吧，咱看看小童。小童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小童，你嘴白了。小童是真的。这应该是真的。小童，你把你那苦粉再倒里点。直接咬苦粉舔一口不就知道了吗？小童，你咬两勺粉在嘴里含着，别咽。我把这一碗塞你嘴里。同意，直接咬苦粉含着，舔一下，舔一下就好了。哇，直接吞呐，舔都不舔啊，就不敢过嘴，就直接往下咽。好真的表演，粘在嗓子眼上。就是小童，他们四个表情都替小童苦了。我们吃不了苦。小童，你把你那粉挨个让他们四个尝尝。好。你看小童高兴的。苦的。舔啊，舔一下去。小童说了苦的。算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没舔着，你直接抖没了。啊，厉害！说话，他拿那个甜水漱一下。哥，你还能更明显一点，不是你吗？我都受不了了，哪有拿那个苦水漱口的？我虚晃的这一枪，虚晃的这一枪，晃实了。行了，沈腾基本排除，排除。直接倒，哎呀！喝一口你哥的那个苦水吧。喝一口自己的苦水。我尝一尝。这喝奶粉那玩意儿治好吃，忍下去，坚持。还可以。喝点苦水。别人就这点优点，吃啥都觉得好吃。小孙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表演非常好，但是也改变不了什么了。你咋猜出来的？真实，小童那个苦还真的。真的。啊，目前比较怀疑的是，这几个都很能忍啊。小童吧。小童。我觉得小宋也有可能对，小宋他很能忍的，而且他刚才倒了一杯水，他从那个茶壶里倒到他那茶碗里，没喝那个，只有他没漱口。目前怀疑度比较高的是小童和小宋两个人哈，接下来开始，扎马步。小童最后一个，小童要看那个凳子大概多高。哎，我觉得是小宋，哎，就是他们就故意设计的，反着来的。你再起来坐一次。啊？再起来再坐一次。坐，快速坐。高度不一样了。我们拿这个 vivo S 12，让他们拿着自拍，判断他的微表情。小宋和小童嘛。真棒，你们可以分析判断一下啊。这他站起来了，都他站起来了，就是小童。你俩换一下，小宋跟小童换一下啊，你俩换个座位。小童快过去歇会儿。你看小童是直接过去的。咱让小宋倒个水吧。扎马步啊，肯定倒不稳，都给自己倒个水，让他们判断一下。哎呦，花花这盖儿都没了，盖儿。哎呀，你这摆多大岁数都倒出来了呀？我觉得小童那个位置和花花那个位置都有可能。
花花那没有啊，就小童，因为他是同一个人嘛，吃苦药和没有凳子，就一号位大家猜得多是吧？对，不是就没人怀疑我吗？我跟贾玲谁都不猜，不测试测试我俩了。你不用了，你先稳稳的在那坐着呢。你俩是真舍不得那凳子呀，我跟你讲。人家花花还在配合着演，你俩这家坐在这踏实的，你这咋猜呀？沙溢哥，万一有大反转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认了呗。哎，花花和小宋换一下位置呗，你俩换一下呗。又换，换个位置行吗？好的。哎，但是那个花花没有跨腿进去啊。刚才小宋到那花花现在位的时候，他有做跨腿。花花过去他没有做跨腿，小宋还有做跨腿。哇哇，武林高手啊！你看看，险诈之人。各归各位，歇着去吧，歇着去吧。最后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，是谁？真的在练功，就一号小童的位置吧，啊！哇哇，这是给猜对了，还是猜错了？没有，这是正常的。戴玉强老师在练声。答案是一号。验证的方法很简单，五位会一起慢慢坐下，扎马步的那个人就坐地上，会坐到地上。啊，小童真的在练功对吗？王牌家族开始验证，不开始验证。慢慢坐这个，我是没坐准啊，我这确实有个凳没坐准。完了，真正在练功的是花花。不错呀，哦哦，说实话有点难，说实话有点难。卓哥有点过花花，对，后来被我机智的沙溢哥给绕开了。花花那没有，不能是花花。但是小宋也很棒，他到了那儿，他把腿弄了一下，细节很稳。你看，花花和小童几乎骗过了所有人。然后腾哥和玲姐吧，这浑水搅得非常棒，小宋也抓住了非常多的细节，整体表演非常棒。哇，真的，这三个年轻人呐，以后大有作为呀。